我们的市民大道，不是抓未来未去，要来做计划，已经开辟地基，已经开辟外形。有家人举手，我看过。即马正在筹备第三期，咱阁要继续拍通哈。卢秀燕爱动算，互咱进行第三期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咱毋是干做市民大道伫太平，咱台中市全国最棒的公园马卡龙公园也已经开幕完成了，对不对？有。这个公园有全国最高的溜滑梯，足大足大。过去是一个粪扫场，粪扫场能够把它变成公园，而且变成专供溜滑梯上悬上好耍的公园哈，开要一亿左右。为什么要将台湾上悬上好耍的公园提太平？因为我重视太平，我嘛是重视太平囡仔的娱乐甲休闲。